能跟我爸的公司合作，我们这叫强强联手。那么作为交换条件，吴小姐想让我为你做点什么？但是如果您没有新的证据，就算上诉的话也……你为什么在我的房间啊？秦律师，这是我的办公室。秦律师，乔主任让你一回来就去。